是什么都无，越过头会看到，袂开花谢香浓土，春去秋来日头笑，拢是岁月的暂时，美丽的伤痕。你唔拿关钱，何其主宰！还佫帮我介绍这么多老师，我今日有影是大丰收啦！一个呀吼，都无得这么多老师会员呐。其实你应该要谢谢你女儿幼年。为什么要感谢幼年啊？因为如果不是幼年主动提议，我们也不会想到要把班费捐给慈济啊。哦，原来这件代志是幼年提议啊。嗯，幼年没跟你说吗？那时候班费剩下700多块，所以我就请全班同学讨论一下要怎么利用剩下这笔钱。那有的同学说要买糖果，有的说要买文具，就只有幼年，他举手说，因为他妈妈都在做慈济，慈济就是帮助别人的，所以应该要把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是因为安尼，你才决定要把钱捐到组织哦。嗯。一定是因为幼年从小就看你在做慈济，一直在帮助别人，所以在他心中就觉得助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其实幼年在课堂上比较安静，还蛮少发言的，但是那天他就很勇敢哦，自己主动举手发言，可见得啊，帮助别人在他心中非常的重要。我真正无想遐济啦。我唔知影讲吼，我平常时讲的话，我幼年有藏在心内啦。身教重于言教，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都有很深远的影响。其实老师，你嘛真好啊，我幼年哦实在有够幸运的啦，有你这么有爱心，还佫知影安那教囡仔的老师。不要再跟我客气了啦。啊，套一句你们佛教徒常说的话，我们就是很有缘。是是是，咱做有缘的啦，而且吼是顶世人都结得好缘啦，所以这世人才有法度做伙做善事，才好得啊。幼年，这是妈妈奖励你的。哇！49岁，哎，谢谢妈妈。哎，妈，我这摆考试退步，你为什么要送我奖品？我不是因为你的成绩奖励你，我是因为你做爱心的啊。你是不是利用班会时间，甲同学建议讲，甲班会搞出来做善事啊？这是白小朋友都想不到，要不过你有想到呢？我觉得你很了不起啦。哎呀，那没什么。哦，臭屁呢。不过妈妈吼，真正是很欢喜的啦。这比你考第一名吼，我更欢喜。不要。
这蜡笔这么多色，你想要画啥？嗯，哎，叫我做。啊，若无你画妈妈好啊啦。嗯，好啊。大家身体安尼歹哦，就莫甲我找麻烦啦啦。你回去啦，这粪扫我大家处理啦。袂用的啦，这不是粪扫，袂用担。我知啦，我甲无像你安尼戆咧，唔免你教啦。你这个人的嘴哦，实在有够臭的，近来拢跟这歹听话讲。你是对伊无爽快，咱看起来足忝的啊。无啦，啊罗，巴肚安尼淡薄仔无爽快，我头拄有食胃散啦啦。啊是，我带你来便宜检查一下啊。免啦，啊你毋是讲你要出去？哦，要去拜访一个会员啊，拄仔第十字街过遐啦。十字街过去，啊罗家人安尼，啊足远的呢，啊你家己一日是要哪去啦？哦，丽玲会开车载我去，你免烦恼啦。林要载你哦，你就好啊啦。啊无吼，你家己一个人走遐远，唔拄好来碰见你。袂啦，啊妈，暗顿我才回来煮，你好好休困啦。好啦，来，我先来去。好。妈，再见。你考完，到底要哪行无？有啦，啊，我有甲伊问好清楚啦。伊佫讲吼，咱对沙尘暴上高速公路，啊，就看到迄梅花山啦。啊，梅花山你就安尼直直甲行行到底，啊，我这边都到啊。我高速公路都已经行到底啊，哪有看到甚物梅花山啊？我听着吼，是咱拄仔一路一直咧开讲啦，所以无注意看到路牌。啊无吼，咱搁回头找看卖啦。回头。我刚来到安尼尔。Thank you.
看卖啦。好，我高速公路已经来来回回吹两遍啦，还阁免哪吹啦？你即摆若无去甲我问清楚，我就甲你倒来台北。好啦好啦，你卖生气啦，我即摆随机敲电话啦，吼。苏姐，你会当对我的车无？哎呦，要神奇啊！你总算是来啊！你等下跟伊开卡班，我对掉啦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对伊啦。恁开遐尼个远的路来吼，一定足喙焦啦！来，饮茶，食点心。有影呢，哦，我那咧一抓吼，开足远的啦，哎，对，差不多中昼一点外开啊，进哦，三点外啦。啊，你唔是对三点半开过来？是啊。那安尼应该差不多三四十分钟就到啊，还是搭车哟？无啦，无搭车啦，要唔过吼，我拢一直找无你讲的梅花山呢。哪有可能啦？迄路牌遐尔大支，哪有可能找无哩？真的啦，我不骗你啦。啊，阮伫迄中山高来来回回行两转，我坐伫车内，目睭是连睨都唔敢睨呢。啊，不过真正拢无看到你讲的梅花山啦。无可能啦，我找你看。你看这哈，这条是中山高，叫做梅花一号公路。哦，啊，恁对三林堡这边起来，一直行，是不是会拄到这条梅花三号公路？啊，所以梅花山不是一条山，是一条路。对啊，就是另外一条高速公路啊。爸爸，啊，你当作梅花山。是一座山哦。哎呦，啊你也不跟我讲好清楚，我真正念错梅花山是一条山呢。就是我，你有是这样，今天真的爱搞笑啦。无啦，啊我哪会知影讲高速公路就高速公路啊，啊谁让你买个高速公路号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啦？哎呦，害我娘做讲吼，梅花山是一个足水的山啦。梅花吼是路标顶冠的代表符号，是高速公路的标志啦。哎呦，啊我哪会知啦？我不要开车，搁是一个大路痴啊。啊，阮都拢讲梅花山吼，讲惯势啊啦，啊叫做讲你嘛会知影啦，啊无想到你的头壳会歪对一边去。妈，爸爸都做药诶。阿妈，稳定来啊。阿妈，妈阿伯进来哦。阿伯呢？啊，那恁恁什么时阵来恁食饭？嗯，啊，毋是讲要回来煮，我今仔未回来啊。嗯。无我来买啦，咱附近已经自助餐啦，资料袂歹，我来买几粒便当回来。免那麻烦啦，我来煮就好啦。无啦，
阿妈，你那现在无爽快啦，无咧生气啦，哦。丽玲啊，你莫生气啦。啊，你嘛知影吼，我这个人比较较糊涂，搁袂认得路啦。啊，唔只甲这条梅花山当去。你莫讲甲我讲什么梅花山啊啦。哦，你就是安尼啦。大家神经都要放啊这大条，搁三日我白补咯，无采我的时间。你知影今日我一个代志要做无？哦，我咧专工半时间载你来，你搁唔是问啊清楚？怎知哦？我甲你待在路边，害你甲你找什么梅花山？啊，唔敢问你，无甲我等伫咧路边呢。啊，若无吼，我今仔夜唔得爱困路边啊啦。你莫甲我讲耍笑，我即个无心情甲你讲话，你紧落车啦。好好好，我落车啦，我落车啦。啊，今仔吼，真感谢你来甲我斗三工，连工吼，我足好甲你说多谢啦。哈，莫啰嗦啦，紧落车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落车我落车。再见啦。那你吃胖，暗顿嘞，无吃饱，无暗顿啊。阿公重要的，阿公就提面包给阮吃。妈，你今仔日哪会喊我倒来？阿妈一直在等你，伊哪就足生气的。哎呀啦，阿妈嘞？妈，我倒来啦。妈，歹势啦，因为今仔日吼，阮一直找无路，所以吼时间开拖到这晚啦。妈，啊你不是讲你身体不爽快，我来煮就好。妈，是的啦。做人的媳妇，最重要就是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，绝对袂当让家己翁婿和囡仔你压巴肚。即马开始吼，你袂当外出去拍拍照，厝会顾好啦，煮阵你嘛莫去啊。头家娘，今仔日敢有做生理？你赶快干哪要洗头就好啊！好啦。恁家啊，哈。啊，你哪会这暗才吃暗顿啊？恁妈妈嘞？你阿妈的房间哦？有啊，那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那柜子都卡。妈，你又是搁做唔着啥物，惹你生气是无？啊，
哎呦，恁来拢唔讲话啦，哪里我哪会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，要安怎处理啦？拢是我唔好啦，是我之前吼有甲妈保证，讲我若去做主席吼，我袂无顾着家庭啦。又唔过吼，今仔真正是我唔对啦，我唔然好大腰巴肚，阿妈人身体搁咧无爽快，我搁好伊甲我偷煮饭啦。既然知影家己唔对吼，从今以后吼，你就答应莫去做主席啦，好好啊吼，照顾咱这个家啦。妈，今仔真正是意外，我唔是故意的啦，我嘛做拍拼咧找梅花山啦。啊，我哪会知影讲吼，梅花山唔是一粒山，伊是一条路啦。啊，我咧一直找，一直找，尾后若找到丽丽嘛受气啊啦。啊，你到底是伫讲啥啦？啥物梅花山唔是山啦？啊，伫伊个先生甲我讲吼，若要开车去引导吼，就要对咱这边行中山高。去接梅花山高速公路啦！哦，我娘做讲吼，梅花山吼是伊那边的一粒山啦，啊，我就一直找，一直找，拢找无路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认为梅花山是山的名哦？对啊，啊，伊的先生也直接甲我讲吼，行北二高，安尼我就知影，就袂摸唔到去啊啦。哼，啊，你是有够刁钻的。头脑你不要转一个弯咯，妈，我真正是路痴啊！我今日吼加坐一个弯哦，我都惊唔知路去啊啦。是啦，妈，阿彪的个性哦，虽然是有淡薄糊涂，啊，不过伊绝对唔是无负责任的媳妇啦。而且这摆的状况哦，也唔是伊事先想会到的，你原谅伊啦。妈，我给你保证，我以后一定袂阁像今仔日同款，请你原谅我，阁给我一个机会，好无？对啦，阿美玉啊吼，伊这是做好事，啊帮助人，啊虽然讲予咱厝内吼带来一寡无方便，啊，不过伊嘛是替咱厝内积德积福啊，所以吼，咱应该支持伊，会当帮助阁较侪人。妈，我给你保证。以后吼，我若要去做主席的进程吼，我一定会把三顿穿好，袂阁再予恁枵巴肚啊啦。好啦，煞煞去啦。总讲吼，我甲你绑咧厝的吼，也绑袂掉你的心啦。后界吼，你要做啥物，做你去啦。妈。我真正就感恩你的啦，以后吼我一定好好友好你，袂阁惹你生气啊啦。好啦，进起来啦。妈，咱来吃饭啦。好啦。抢我物件，你为虾米拍我？哎呦！你搞错，别想你弟弟以后拍你袂着，你搞错。我不爱啦，我唔做唔对代志，我不爱啦。你出来啊！你搞唔出来？不爱啦！你莫留伫内底，你紧拿出来！走啦！你出来，伊硬就要想要啥物啊？是你无讲明呢？按出来！是我的唔对。早知影，我去北京洗啦。你即摆是要安怎？你搞出来！安出来！金华，拄仔感谢你替我讲话，啊，若无吼，我有可能爱跪到天光嘞。其实哦，你莫怪妈哦，想要做东西做主席啦。伊是唔甘你啦。感觉讲你安尼四季走撞吼，受过辛苦啊，才无希望讲吼，你开遐尼侪时间做主席啦。我才唔惊辛苦嘞，我只惊时间无够啦。你知影咱人会用淘汰来做人，这有偌难得的。
这个地球上有这么多种生物，敢那咱人会用的思考，会用的接受方法。敢那是哦。嗯，我再讲啊，后世人够有法度过来投胎，咱嘛唔知啊，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世人的时间，多做寡善事，多积寡福，安尼唔才会当消咱的业障。你讲的哦，真有道理啦。嗯。啊，不过爸妈的心情哦，你嘛要了解啦。因即马年岁大，就是希望讲哦，厝内的人会当有平安、有健康啦。嗯。安尼就好。所以哦，你莫无闲假哦，袂记咧照顾家己的身体啦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你唔免烦恼啦。你家己身体也唔好啊，偏偏哦。我爱给家己哦找代志做，你安尼我来袂烦恼啦。好啊啦，莫搁念啊啦，我真正会注意的啦吼。你讲的哦，嗯，你会替我把阮某的身体照顾好。会啦会啦，嗯，起码叫做爽的啦。倒位啊？吃啦。吃。嗯。卡顶管的啦，丽丽早安，早餐吃未？叫你早来早要创？我给你送蛋糕来，是你上喜欢吃的这间哦。哎呦，丽琳啊，我昨嘛跟阮大家跪足久的，堪咪忏悔。你应该袂有啦，我爱跟你跪足久，你才肯原谅我啦，吼。免，你千万唔通跟我跪，我承担袂起。哎呦，丽琳啊，无我到底安怎做，你才肯原谅我啦？你嘛知影的啊。我这个人吼都无方向感啦，连伫阮家附近的巷仔咧行行踅踅，我都会当行到胖去的。我真正毋是故意的啦，你著莫阁受气啊，哈。即个伊真正无爱插我啦。这是啥？红茶啦，最近的家人讲爱配红茶才会好吃。那安尼，你是不是原谅我，无咧生气啊？但是过着好啊，我无遮人生啊。谢谢啦。我后盖吼一定会甲老孟好清楚，绝对袂像昨昏遮尔两公啊啦，吼。妹，阿爸我家己问。较唔免你搁伫遐咧掌管李代，到尾衰啊是我。阿妹也知我爱食即间个坚果。啊，之前听你讲过几啊届啊，我敢知，我无记唔着去，啊无是变哪讨好你。嗯，啊你讲讲我白薯干最爱食诶。哎呦，紧食啦，莫客气啊啦。真正袂歹呢。当然啦，迄排队排偌远个呢。你也知。哎，阿小金哦，无啦，我来买药啊。啊，你毋是真久无食其他药啊？啊，是搁对伊无爽快？毋是我啦，我是来帮阮大家买胃散的。伊最近拢感觉胃肠怪怪，人无爽快呢。啊，是胃痛，啊是胃胀胀？我嘛毋知，我问伊，伊嘛讲袂清楚啦。啊，若无讲真确定吼，上好去病院检查一下。啊，无小毛病吼，乱啥变大问题呢？我知啦，谢谢。嗯，啊，淑珍到底啊？啊，伊啊，伊来在做苦工啊。做苦工？啊，拄阮请的乌目送无做啊，啊，临时佫找无人啊，啊，所以就家去扫便所啦。真啊假啊？吓啊！
千金小姐家己去扫便所，哇，这种画面我冇看过咧。那呢，我刚方便你去甲看卖。好啊。好，阿姐先放假啦，哈。哎呦，淑珍啊，你是咧小镇哦？哎呦，我真正是有够寒慢的啦。无啦，那是因为你无定做，做袂实手，做袂惯势啦。是啊，哎，我读书吼，管人管小，还是做生意哦，我拢无问题啦。啊，不过做一家来说哦，我真正是做袂来啦。这是要哪？好啦好啦，我看吼，我来啦。哎，啊，袂呢啦，我家己来较好啦。袂啦，淑珍，你免跟我客气啦，这我做着做惯势。我来啦。哎呀，你先出去，你先出去。哎呦，麻烦你啊呢。袂啦袂啦，啊，歹势啦。袂啦。紧就把病床变到这清气啦！我正经请伊落巴送啊！哦，伊母这时间哦，加你两三倍啊！啊，不过哦，拢无你病这清气。哦，你实在是足专业的呢。有呀。系啊。哪里你有满意吼？当然嘛满意，感谢呢。那安尼讲啊，假使你若满意吼，啊无这条病嫂的钱，就归去给我来谈，肥水不落外人田。哎呦，安尼咁好，你是我的好朋友呢。我哪会用诶，互你替我留涂骹摒便所，唔好啦。有啥物唔好啦？啊，你拄则毋是讲我足专业诶？安尼，别人敢会讲我无尊重你啊？啊，我无爱做诶代志，拢煞互你做。袂啦，你是咧互我钱赚，是你咧甲我斗相共诶。是吗？嗯。而且吼，我赚诶钱是要去帮助人诶。假使你有我工课做，安尼我赚有钱，就等于咱两个拢咧做善事啊。你轻松，我有钱赚，两全其美。听起来袂歹呢。嗯，那呢，咱就安尼决定啊。嗯，头家娘。哎呦，叫啥物头家娘啦，三八的。你给我钱赚，当然是我的头家娘啊。好啦，来去领茶。好。要吃无？李幼啊，吼，因后头厝进来啦，足甜的呢。嗯，你那白个真甜呢。嗯。嗯，金桃甲米糕啊，伊咪食饱顿就出去啊。你那个怎啊袂转来？金桃啊，摘米糕啊，哈，去收工资款啦。哦。是讲金桃啊，又在轮班，忝啊，啊那外边厝好啊，休困。那你也不是唔知啊啦，啊米糕啊吼，都袂认路，那无人甲带吼，伊煞袂晓转来哦。总讲吼，甲金桃啊吼留踮咧厝诶，你想啦？伊敢有可能安好好啊放心啊休困？嗯，安尼讲嘛有理啦。啊，不过吼，若要像米糕遮尔啊吼，无方向感诶人咪足少诶啦。无方向感吼，哦，我会拍拍走。我听伊讲吼，哦，搁要参加迄委员培训啦，哦，后界吼，愈来愈无闲。那人咧做直接委员嘛袂歹啊，你毋是一直咧鼓励伊去哦？我赞成是赞成啦，不过吼，我咪烦恼伊的身体，敢袂卡咩？伊即马吼，怪无闲厝内，啊怪去摒扫趁钱，啊怪去募款，啊怪去诶做环保啊上课，我实在吼唔知影吼，伊倒位来遐尼侪时间去困难咯。比较啊，物件咧讲啥物，有冤有力啦。既然哦，伊都做啊遐尔欢喜，哎呀，你哦，就免替遐尔操心啊啦。哎，啊，你那规盘拢捧起啦？啊，你唔是要替老阿姐吗？要
食吼，家己搁去下一粒啦。哎呀，无可能中啊啦！迄个美容啊吼，一直甲人开讲哦，讲啊想欢喜啊，袂记我伫楼骹讲互我等。我又搁讲到袂赴时间啊，前途一定气死去啊！前途，前途，你今仔晚喊我去了？无来啦，哎，我伫楼下等你。好啦好啦，哎，你有答应过哦？讲你前几月落来，我的内心只有半点钟。若是时间超过吼，我家己转去啊。好啦好啦，我只不过去收一个工资款，唔免半点钟我就落来啊，哈。阿婆，你真正把我放在家，唔爱管我，安尼我是要安怎转去啦？我拄只，拄只，敢若是为遮来的。对啊，我敢若是去这栋啊。诶，敢对？还是为这边来的啊？哎呦！我到底是为倒位来的啦？这边，应该就是这边。伫遮啦，啊，你是要行去倒啦？哦，你奶奶敢人滚生笑啦，害我惊到半死。你家己看时间，几点？是你家己讲免半点钟的，拜托，点外钟啊嘞？我安尼惊你一个哦，你永远袂记得有人伫咧等。哎呦，歹势啦！啊，都过太太的孙仔吼，拄啊打毛话，足够滋的呢。阿姨做的酥油饭嘛，足好食，我就想要喊你饿的啦。你看，哪一个送我一大包？啊，你为了食油饭？连翁放袂记，哎呦，人真正不是故意的啦！啊，无你后过喊我入去，安尼就免家己一个人伫遮等，甲又搁无聊又搁忝啊！我才不爱你，我也无亲像你，还甲讲话啊！啊，对你入去，啊，唔知要甲人讲啥，哎，家叫。人本来是希望你会用看我做位做主席，为着啊，伊拢愿意送我来收工资款啊。到底做毋是较好诶？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本来就是做轮班制，上下班无固定，还阁不时要加班，才有时间做主席啦。我也是吼，真心想支持你，支持主席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。啊，你后礼拜阁轮大夜班哦？对吼。啊，歹势啦，啊后礼拜有法度对你去补习班摒扫啊。啊！你家己爱辛苦咯。不要紧啊，我管事啊。呀。这边。拄仔明明都为这边来，那是这边。这边啊。美娇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行一段仔路尔，害伊几十摆，你是昨暝拢无睏哦？哪有啦，我是睏无饱。你失眠呐？我为了比个时间通去失眠，我是工课做袂了，所以拢睏无饱。喂，你伫当时哦，事业做到遐尔大，啊，我哪会无听你讲啊？我嘛就希望是安尼啊。我嘛因为阮翁啦，伊即礼拜拢是大夜班，
两个囡仔吼去月考，不是办法，敢剩我一个人拼扫，我逐天都扫到三更半暝呢。安尼你哪会袂加困一时啊啦？我走来好好。袂用的啦，即卖义工妈妈吼严重的人手不足呢。我若倒去厝里困，遐囡仔上课袂安怎？安尼啦，啊，用暗我来去甲你斗三工，啊，两个人做吼比较较紧啦，啊，你嘛较袂遐尼啊忝。亲阿姐，你要跟我滚双脚吼？当然嘛是真的啊，你若卖嫌我脚手混沌吼，我用暗都来甲你斗三工。不要的哦，不用骗我的哦。不会啦。哎呦，感恩哦。我是讲吼，你拢几点去拼扫啊？通常补习班吼是差不多九点半下课啦，啊，不过做者老师和同学吼，伊拢会留到十点外。啊，无我看吼，你差不多十点半才过来就会用的啊。遐尼啊晚？啊，无吼，我先等下困一次啊啦。较袂用啊，唔甲你斗三工的时阵吼，那拼扫那拄久啦。啊，无我打电话甲你叫啦吼。唔免唔免，我有寄两千啊。啊，你干嘛偷渡？混的啦。你是唔通骗我呢？没啦，我答应你的代志吼，我一定做会到。拍死拍死！啊，困前煞伤欢喜。不要紧啦，你有来我就足欢喜的啦。啊，有啥物我需要斗三工的无？啊，无你帮我把这椅仔搬去你桌顶啦。我拄只要来的时阵哦，刚来要起床，哪里亲像天堂要行一地啊，有够艰苦，足无想要爬起来哦。那安尼哦，我都爱给你感恩，你实在足有义气的，愿意为着我这个朋友消停到底。迄是三不五时啊，一半摆也会用的啦。啊，定安尼哦，我是唔敢挂保证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真正足佩服你的呢，你是倒位来意志力啊？啊，一做吼，都做遮尔啊久，而且赚来的钱吼，啊，毋是囥在家己享受啊啦，搁送予别人。你遐做到遮辛苦，敢有价值？哪会无价值？表面上看起来，敢若我一生五年拢无赚着，也毋过吼，我赚着是快乐，是朋友，是成就感，才是用钱买袂来，是人生哦上大的财富呢。把辛苦赚来的钱拢送予别人，安尼搁感觉足快乐的。哦，美玉。我真正想无呢，你到底是戆还是巧啊？嗯，拢有啦。美玉，嘿，哦，感恩。啊，真好真好，总算会当休困啊。玉盆啊，今仔日吼实在足感谢你啦！你这是咧创啥啦？收起来，收起来！无啦，你哪样个唔收的啦？我请你来斗三工，也毋是叫你来做白工的啦。我是来甲你斗三工的，啊，毋是来赚你的钱啊啦！我免哪样收啦，来啦，收起来！啊，无我要生气啊哦！你唔收，我才要生气嘞！我做摒扫这个工课哦，也毋是要甲人摕钱的，我哪样占你的便宜啊？哎呦，你赚的钱也毋是藏伫你个落地啊底啊！啊，你是管出来呢？我安尼收起來，无道理啦。我赚的钱吼是要管出来，无唔对啦。不过我要管的是我家己赚的钱，并唔是你赚的钱啊。你若唔收吼，以后我来好意思叫你来搞斗三工啦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公司哩，这笔钱吼我收起來，啊，不过我一定给管出去的。安尼真好啊！以后吼，咱同样做伙拍拼做工课，做伙做好事帮助啦。哎，恁等下瞧。
我今仔日吼第一天来上班啦，浴室啊、厕所吼，拢是我负责咧扫的啦。天啊，这是查某囡仔变数。你闭塞棒啦，愈来愈唔是款啦。规日我用我家己的时间做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啊，我无甲你交了着哦，啊，你嘛卖管。屁吼，卖是欠钱吼，就跟我还啦，我咪开银行的啊。你哪歪管啊？我嘛歪管啊。丽丽，那是你啊。又是高亢，又是低吟。